最近有老铁问我们发货前的 T900 Pro 经过飞行测试，今天就给大家介绍数船的测试流程。首先是内进行硬件测试，然后室外进行拉距测试。由于条件限制，我们一般拉距 7KM 左右。数船拉距测试结束，如果你有更好的测试方法，欢迎留言交流。